大家好，我是晋峰分会代表试岗培训及考证平台行业的张静静，加入宾安三年半的时间。刚加入晋峰分会，我代表的行业是学历提升、积分入户。通过参加宾安系统的学习，让我学习到如何跟会员更好的链接，如何通过跟会员链接获得更多生意引荐的机会。通过在分会的积极付出，担当 LT， 曾任晋峰分会的主席、副主席、财秘、会员辅导、增长统筹，也积极地走出分会，成为区域媒体组的大使，参与创会，并成为支援大使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，让我接触到更高阶的知识，更深刻地体会到来宾啊，我们不是狩猎，而是耕耘；我们不是做销售，而是做营销。把宾安系统所学应用到公司，传统配合创新，结合宾安会员资源的构成，把公司单一的产品调整为做教育平台，也调整了公司的定位以及战略发展方向，在分会申请变更行业为试岗培训及考证平台行业。目前不仅在晋峰分会收到五人协力团队，更是在罗堡南区其中16个分会收获到协力，持续每个月近百万的生意引荐。把宾安系统应用到工作当中，可以助你成功。